金饼，又薄又软的金饼。机器做的。这不袋的吗？这想来点饼也行，回家卷菜也行，直接吃也行，带咸袋的。这多少钱一个呀？啊，7块钱一套，也可以单独买这饼，6块钱一斤。有不吃的吗？都吃是吧？这都吃我就都给你放了啊。鸡蛋吃哪个？那辣椒要吗？就放辣椒是吧？这个。哦，你要吃辣的我就给你放，你要不吃就不放。这鸡饼是用什么做出来的？最好的高筋面，白面。白面、鸡蛋还有盐。这饼也特别好吃，直接吃带咸袋的。给你热一下哈，来几个？来一个，来两个。一个。这早上能卖多少呀？不不一定，六日卖的多一点。反正饼卖个那个百八十斤的。这个大，还厚一点。那边那个有点大。那是用的油不一样，咱这用的是色拉油。配了一碗豆腐脑，这个金饼的口感呢，柔软又筋道，还挺好吃的。里面的菜呢，没有放过多的酱料，就本身呢有一点点咸香味儿，加上这个饼本身吃着就口感很好。